关系，我是因为我是因为这个人生，我阿公，我是我，然后所以，因为以前是我爸爸在做，啊，是这样，我觉得是对我快乐的童年，咱所以考完了，我就叫我的妈妈，叫我的爸爸，但我的妈妈跟妹妹跟弟弟，伊们八岁。我父母从来唔捌对阮讲过离婚这件事。到1989年，吼，我倒来了，我才讲的。这个代志非常的辛苦，因为阮非常的惊。啊，是安怎会过？我嘛是先问我爸爸，是安怎阮那会拢安尼来遮？第59的船，船啊！啊，来到遮会向袂讲，啊，拢讲无不解释，葡萄牙语。哇，这什么代志发生啊？但是伊拢无要甲阮讲，伊就甲我讲，啊，咱食盐食盐，咱一代都无要讲。我嘛无爱去讲人啦，吼。伊当时，爸爸就比伊阿妈早啦，大概是10年。阮三个囡仔吼，甲妈妈断联上了。原来爸爸是咧投票国民党诶，对杀。你阿妈讲，爸爸一个月迄当时币伫遐，甲咱赚100多美金，差不多无法度寄钱来还生活。好佳哉，阮受着巴西教会朋友诶帮助，阮三人顺利大学毕业。我深深感受着上帝，互阮一个家族，甲阮开一个大门，但是嘛，甲我开一个窗仔门出来。加在我的妈妈又苦闷又坚定的信仰，吼、哦，那无我可能把这工作去遮，更加强调。伊的信仰特别的好，伊每礼拜拢去做，我去做礼拜。唯一袂通听无我去，你就是爱来做礼拜。刮落雨，刮太阳，刮到无我的，就是爱来做礼拜。用坚定的信仰来带我家己安尼平安顺利，伊万事交代伊上帝手中。拄着境遇好歹，你欢喜，你就交代上帝，你靠我上帝，上帝要帮助你，就是安尼，逐天我咧祈祷，所以我今日才徛伫遮，我嘛是感谢我的上帝，感谢咱足尊大上帝，因为伊就是每日咧照顾咱，咱保安的勇敢，伊予咱经营，啊，所以伊咧1982年，我伫台中，我等下台湾了，1982年我伫台中结婚，83年我生我的囡仔，今仔日嘛有来。迄个是我的妈妈以前倒来，我过一年了，我的爸爸因为以前，伊才倒来，因为伊名无伊个王名单来。爸爸伊终于在25年后倒来，因为伊捌事听，互阮用这条家族支离破碎，散居世界各个角落。哦，那就不太难习惯了。啊，虽然因无后代是住所尔，不过咱无法度了解上帝的旨意。安怎样？若掉圣经的教示，信心若无去行，是。所以我嘛真感谢你，咱的阿公、咱的阿嬷，有好的坚强的信仰，咱做前下脚的人一定爱坚持，爱跟对伊的好的模样安尼来。但是我的爸爸，我也是靠肯，我的爸爸一样。会当宽容，对迄害阮家族歹人，宽容伊饶恕伊。但是爸爸也是无法度对伊心内的怨恨。不过，因为当然正是这个苦难中，我是不是比较会出来一点？我无法度去体会爸爸的心境。我甲苦难，无甚物苦难会当咱主耶稣吼，定是界定来比较大。啊！我每日祈求上帝，恳求圣神做工，为阮的家属变，予阮每一个人会当宽容遮迫害阮家属的歹人。今仔日是主耶稣做我的日，全世界人当然欢喜纪念这个日子。阮嘛每一个人拢会当学习耶稣的法则，予咱伫地上较快乐平安，多谢各位。啊！多谢张永信教授，
好，因为真无容易，我爸爸才讲了袂出，是高人，是无法度来，所以我今日代表爸爸伫遮。爸爸的机会只有一个人在用，因为这个过程伊一个人敢讲，但是当中无爱讲，当中毋捌敢讲，伊嘛无爱提这些，我再讲拢常常拢无爱讲。但是真无简单，即摆会当访问伊，甲伊所有需要讲的伊拢讲起来，也是感谢林教授、张明先教授甲林秘书的辛苦，多谢大家，感谢恁。但林长老还很温柔啊，主内的兄弟姐妹啊，大家平安。我是这个张玉婵女士的女婿。那今天我是以一个汉张家很亲近的，但又是一个比较可以站在外边做一个旁观的这样的身份来讲一点感想。在1970年代，我和这个张家结缘，然后成为他们的女婿之前，二八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很空洞的名词，完全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啊，不晓得他竟然对这个台湾的社会历史有那么大的一个影响。然后我走进了这个家族以后，才发现这里头竟然有这么样的隐藏了这么多悲惨的一些事情啊，及对很多人的生活会造成那么大的一个影响。我这个结婚以后，每年的这个寒暑假大概都会回到凤林。这个张家的一个，他们的在山下比较离那个镇都有2-3公里远的一个山下的一个庄园里头。那么整个庄园里面，那么就是祖母啊，张金枝女士，还有我的岳母啊，还有我的太太，三位女性。那因为其他的像哥哥啊、张志满他们都在外面读书，那张安满也是在花莲市啊这个教书工作，所以我的责任就是这个，责任就是坐在那个我祖母的床前给他讲话。那时候他已经80几岁，没有办法，这个身体就很不好，没办法走路啊。有时候我坐在旁边，那么陪他聊天，看着这样的一个老人，厚厚的镜片的下面，那样带着有一点，还蒙上一层雾，可是又很深沉的，那样一个眼睛的背后，到底埋藏了多少的这样的一种悲苦？我又想到这样的一个女性，她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她在这么大的一种苦难当中，可以带领家里这些人走过那么漫漫岁月。有时候想起来，这样的一个女人很伟大，非常的伟大啊。那个张西良父子的坟墓就在我们那个园子里面啊，距离那个屋子大概只有10公尺啊。有时候我也会经常跟我太太，说上铺就到了坟墓前面哦，那站在那里看着那个坟墓上一个对联哦，那个是张七郎的大哥哈、张彩江所题的哈、那个两个小儿为伴侣哈、一腔热血洒胶原哈、有时候在想着，在这么一个坟墓底下所埋葬的这样的台湾的精英的分子，只
假如没有二二八的事件的话，他们现在在哪里？